来，这是台南的奉神庙，啊，因为地震了后呢，都甲迷迷毛毛，啊，到底情形是安怎？所以我特别走来看一下。来，各位来先来看一下，咱啊，外口这座是钟楼，啊，拄修好尔嘞，啊，啊，这座呢有可能会拼落去啊。啊，大家嘛会当去脸书、Facebook 看卖，看注意看这个啊，到底是安怎这个拼落去？来，来看奉神庙的正面，奉神庙，台南非常重要的古迹。嗯，来，啊，佫过来，这是牌坊，豪祝晴天。哎呦，好个，在这个佫。搁较完全一点嘛吼，啊来啊，咱住这个呢，这是听落去，这是听对的啊，啊，这是对的，听落去嘛，这是这庙顶呢，我这规个制作啊，所以很真两个人嘛，一个听伊啊，一个搁出搁伫咧安尼啦，这已经听落去吼，看见，这已经听落去啊，对面伊的对面这个。哦、有可能倒塌了，就我看他用一些新的工法给固定起来。好，安尼以上甲大家报告，奉神庙。